是璇姐跟康真婷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都是厉害的对手。对，你背起来了。心甘情愿愿你的。我们练习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把这首单人演唱的情歌，经典情歌变成男女对唱。刚开始定题的时候还蛮麻烦的，可最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唱的都还蛮投入的。然后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嘛，就是有设计一些所谓的桥段，对，然后要给大家一种甜蜜的感觉。这个姿势没有用过吗 ？OK 啊。OK 是的，这首歌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。没错，经过长达6个月的选歌，困难重重中，终于脱颖而出这首经典中的经典，传奇中的传奇。这首歌就是《我只在乎你》。想不到吧，这首歌还可以双人合唱。请大家好好拭目以待，咱们俩为您带来最特别、最新的版本。我只在乎你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。欢迎璇姐、康真婷、柠檬草的味道。